皇后娘娘，娘娘您怎么了？皇后您怎么了？皇后娘娘，娘娘您怎么了？醒醒！皇上，娘娘，娘娘您怎么了？皇后娘娘您醒醒！皇上，皇上，娘娘您咋了？如懿，娘娘您怎么了？太医，这皇后娘娘，皇后娘娘您醒醒！娘娘，皇后娘娘您醒醒！ 这喝了醒酒饮，酒味应该消了吧？基本上闻不着酒气了，也不知道会不会熏着他。怎么还不醒呢？皇后娘娘累着了，多睡会儿也好。娘娘，娘娘，醒了！皇后娘娘醒了！皇后娘娘醒了！太好了，太好了，醒了！如懿。 如懿，让开，让开，让开！来，如懿，你醒了。怎么了？都笑什么呢？你遇喜了。 张雨斌，哎，皇后娘娘安心，您因为太象出血，所以受孕症状不明显，但是从脉象看，却是遇喜有月余。真的？千真万确。娘娘这是投胎，一定要格外小心。 江雨斌啊，哎，皇后的身孕，全交于你照顾了。万一有什么闪失的话，那为这几条命便不要了。那就好，你们都下去吧。这，微臣告退。如懿啊，近日在永寿宫，真是喝酒喝过头了。 臣妾若不是怀了身孕，皇上还和臣妾置气呢吧？你别生朕的气了，孩子也会跟着不高兴的。你也知道，朕不是一个贪饮之人，也不是一个不顾朝政之人。这喝鲁血酒，无非是近来觉得身乏体虚，想要身体强健罢了，也就可以破了青天剑。 所说的与十阿哥相克一说呀，皇上啊，您太在意天象之说了。皇上正值壮年，这些日子也就是朝政繁忙给累着了，研医用药、好生保养，就会好转的嘛。朕虽然正值壮年，但皇阿玛也是正值壮年的时候骤然离世。 这几日啊，朕常常梦到皇阿玛，想起来就心惊。先帝是急于求成，才误食了金丹。其实立刻见效的东西，最伤人根本的。好，朕知道了。你安心养胎，给朕生一个皇子，比什么都要紧。臣妾自然会好好养胎。 可是后宫的事，臣妾也不能不管啊。令妃，她妖宠媚上，确实是做错了。这样吧，从今日到咱们孩子满月，朕把他们的绿头牌都给撤了，不许他们侍寝，如何？皇上爱惜自己的身子，就是对臣妾最好的考量了。嗯。 这永寿宫是个什么邪门地方？这皇后是万年不曾遇喜的身子，怎么偏贵在永寿宫外面就有了？就是啊，听说皇后娘娘遇喜，皇上恼了令妃他们了，都不许他们侍寝了。令妃这个贱婢，当年没处置了她，是本宫心软无用，如今赶在这个节骨眼儿，皇后又遇喜了，谁还会疼惜本宫的孩子？主儿，只要您生的是个皇子，谁能不疼惜咱们？皇后娘娘这一胎，是男是女都不知。女儿有什么用啊？一定得是儿子，一定得是儿子。立心，是。如今本宫胎象已稳，皇后又怀着头胎，无暇顾及本宫。你去转告皇上，就说本宫怀着身孕，请求安胎养护。是。 皇上，是令妃娘娘在叫您。皇上，皇上，臣妾冤枉啊！令妃娘娘，你这是做什么呀？您和皇后娘娘错怪臣妾了，皇上听臣妾解释。令妃娘娘，皇上，哎，停！皇上，臣妾一心侍奉皇上，不知错在何处啊？那你觉得是朕的错？皇上当然没错，那是皇后的错。臣妾不敢。 那就只能是你的错，自己的错自己担着。哎呦，令妃娘娘，你快起来吧，令妃娘娘！臣妾冤枉啊！起驾！皇上，皇上，皇上！容贝，本宫真的有身孕了。当然啦。 娘娘，您今儿问了千800遍了，不用喝坐胎药就这么顺利的有了，您真是高兴坏了。本宫不是高兴坏了，本宫是不敢相信。你有了孩子，跟皇上也解开了心结，那就好啦。您怀的是嫡出的孩子，皇上高兴，去奉先殿。 忌口列祖列宗了。本宫和皇上的心结倒是解了，只是皇上这阵子担心变老的心结，不知能不能过得去。谁能不介怀生老病痛啊？皇上今儿不是已经答应娘娘，不再和陆学久好生调养？知道喜讯后高兴成那般模样，皇上。 一定会珍重龙体，振作精神的。但愿皇上能明白，年岁渐长，身体渐弱也是在所难免的。和钦天监所言的父子相克，又有何干系呢？皇上会明白的。娘娘，您这胎来的不易，往后得更加珍重身子。别再想那些了。 早些安置，对龙胎有益。睡了。皇阿玛，继后乌拉那拉氏遇袭，儿子终于可以再添一个嫡子了。儿子到了这个年岁。 不知怎么的，对于生老病死，竟也畏惧起来。但无论如何，儿子会振作精神，不再胡为，也会好生的保养自己。皇上，启祥宫来报，嘉贵妃遇袭3个多月了，请求停了制化经幡，好生养胎。真的？ 太医已经把过脉了，应该不会有错。这是好事啊，确实不能让嘉贵妃辛劳了。朕把这个消息告诉皇后。是。